护护具，还有安全帽，这样子才可以跟我一起出去玩哦。知道，妈妈知道了。好，那在我们去骑脚踏车之前，我们再来跟小朋友玩游戏吧。小朋友，等一下，不太一样的是会有两个地方不一样哦，所以要更仔细的找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哦。速度这么快啊，但是哪里不一样呢？柠檬哥哥，右边的图，小妹妹头上的安全帽变成草帽了。原本左边的图片，尖尖尖。到了右边的图片，小妹妹戴的变成遮阳的草帽了。小朋友，你们也发现了吗？那现在还有一个地方，再仔细的看一看。这样就找到了，样子，要不？嗯。噔，要不我做好了。哦。这个，你看。做的很像一个螃蟹耶。对吧？这对这个我在做螃蟹。那你怎么会做？是